农历这一念八，小红向大家问好。今天的科技新闻有：今天雷军发博称，红明的路舞将由当红偶像刘昊然代言，本月16日正式发布。同时表示，该机是无短板的千元机，搭载骁龙636处理器，6GB 运存，电池4000毫安，前置1300万像素柔光自拍镜头，后置 AI 加持的双摄像头。而小米生态链也没闲着，云米发布了双开门冰箱，设计容量为456升，风冷无霜。搭配草本除味滤芯，杀菌率达 99.9%， 支持手机 APP 调节监控，能效二级，限时抢购1999元。而兄弟企业魔像公司的小墨 AI 相机也开始了众筹，该机支持磁力吸附和手势控制，更内置有智能美颜功能，众筹价349元。小米今天刷屏，小红已经晕厥中。外媒报道，福特宣布召回2014年到2018年生产的部分福特蒙迪欧和林肯 MKZ， 其系方向盘会有一定概率完全变松，让驾驶员失控。换成人话，就是开着开着方向盘就掉下来了。但目前只涉及北美地区，福特尚未发布国内的召回信息。昨天迅雷公布了2017年全年财务报告，显示全年总营收约为2亿美元，较前一年增长 43.2%， 创造了迅雷2014年上市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外媒报道， SpaceX 赢得价值 2.9 亿美元的军方合同，将在2021年前利用猎鹰9号发射3颗定位卫星。外媒消息， LG G7 对刘海采用了可隐藏式的设计，开启藏后通知蓝全黑，左右依然可以驻留图标，且左右下边缘会自动变更为圆角设计，这样一来就和 S9、S9 Plus 这种保留完整额头异曲同工了。不过这和换个遮刘海壁纸有多大区别呢？在各大厂商清一色的刘海瓶中，您最能接受哪一款的设计呢？欢迎订阅或微信搜索 VZU 来投票互动，留言上墙。昨天发起的能否接受近3000元终端机用联发科 P60 的投票中，只有5%的网友表示当然可以。极简又拉风，每天1分钟。